这打坐子喝坐呢哈。聪明吧，听听好，这个村委会门口有好多卖货的，挑卖调料的，卖肉的，卖鱼的，大家需要就过来。对吧？茶席啊，咱村人不都会茶吗？也有时候看看了解。啊，俩身边会。你用茶席的？俺们是开茶席的。开茶席，当着星期三就在这打对着。这不是今儿不是星期三吗？俺炒了，当有人吃。啊，你一天都他钱，我不吃。哦。咱们在这不是都会茶吗？嗯。这天不是做的可是香。哎，硬了呀，挺硬和的。啊。你看这是硬。啊，有曲儿的吗？你看。啊。啊，曲儿不一样，就声音不一样。它大的，你大的总觉得不一样。啊，低。哦，这有，这你大这边。啊啊，不一样，对，嗯。这。嗯。